Pride Month， 骄傲月只剩最后一天了，恭喜大家熬过了这一个月。在这个最后一天，我们来看一个最代表美国、最 man、充满了技术、冲撞、战略、勇气跟合作的体育项目——美式足球。啊 ？NFL say what？ Football is what？Yeah，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那种 contact sport 就是一堆男人，就是全身都是汗，然后挤在一起的运动很 gay。And I was right， football is gay according to NFL。你刚刚看到的广告是 NFL 最新的广告。So if your son play football， 我是 Ethan， 欢迎收看今天的 AI News。之后呢，广告后面就有一段字说什么同性恋的自杀率有多高，真正的数字请去哪个网站去找之类的。这个策略就是标准的家庭暴力的起源啊！我们几乎所有同婚合法化的国家都听过这样的东西。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指控你说，如果你不接受骄傲月，如果你不支持同性恋，如果你不支持变性人，如果你在传达的东西不是这些对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帮助而且无聊的议题的话，如果你不在乎这些人的话，你其实是在逼他们自杀啊。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一个人，我也没有认识过任何一个基督徒，除了那种在网络上面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基督徒，他们会说我们要打压同性恋，然后或者是我们要责罚那些性向性别不正常的人，没有真正的基督徒会这个样子说。会说的只有你那种加入那种很奇怪的团体，然后你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支持某个党派的，做的事情也只是想要利用这些东西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已。我觉得他们也很恶心。如果你不接受左派对于性的看法，这包括变性人，同时包括了就是左派在推行的帮小孩变性的东西，如果你没有100%的接受你帮小孩变性的话，那么你就是在逼他们自杀。这个就是他们在用的语言，这个就是真正压迫者的语言。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永远都好像是在帮受害者发声。左派其实就是最恶心的压迫者。我们来把这个广告最后一句再讨论一下。 Football is gay， football 是同性恋，是双性人，是变性人，然后就很强壮什么之类的东西。最后他们说 Football is everything，美式足球是一切。美式足球不是一切，美式足球不是棒球，美式足球不是蛋饼，美式足球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美式足球就是美式足球。但是这个就是左派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模糊化，把所有的事物跟事物之间的分隔抹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变性人，他们抹去了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同婚抹去了婚姻是一男一女神圣的制度的这个东西，还有跟其他的东西做区别，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所有东西全部都不清楚的统一在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统一的控制。我们的学校、政府、大学、社交媒体、社交网站，所有生活的东西全部都要在一个模糊下的制度进行。这还包括了我们以为是保守派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近拒绝受理了变性人使用他们认同的性别的厕所的案件。为什么说起来这么复杂啊？简单的说就是最高法院允许男人去你女儿的厕所还有更衣室啊。No matter what happens, no one, not even the government, can defeat a community so full of life, color, diversity, and most importantly, love. Six and a half years after transgender activist Gavin Grimm was barred from using the boys' bathroom at his high school, the U.S. Supreme Court on Monday left in place a lower court's ruling that a Virginia public school board acted unlawfully.When it refused to allow him to use the restroom that corresponded with his gender identity.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not to hear the Gloucester County School Board's appeal of that 2020 ruling marks a major victory for Grimm, who sued the school board in 2015
In a Twitter post, Grimm said, quote, "At 16, myself with the ACLU filed suit in response to that discrimination. Twice since, I have enjoyed victories in court, and now it's over. We won." 拒绝受理的意思就是最高法院尊重地方法院的判决，意思就是说，根据宪法，男人只要说他们是女人，就可以进女人的洗手间或更衣室了。感谢主，最高法院有 Amy Coney Barrett， 感谢主，我们有 Brett Kavanaugh 在最高法院呢。还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怎么欢庆的吗？怎么支持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吗？我记得，我还以为至少司法院不是左派嘞。他们上台的时候都说，他们不会因为社会的压力而改变宪法。他们都说他们会依照宪法来评估每一个法律，不管左右。我现在还蛮确定 Thomas Jefferson 这个美国宪法的撰写人现在应该在他们坟墓里面抢着要起来了。我还蛮确定就是 ACB Amy Coney Barrett 还有说Brett Kavanaugh 这些法官其实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不认为说这些保守派的法官真的认为男人只要说他们是女人的话就可以随便进出女人的更衣室。他们拒绝受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懦夫，因为这么明显的事实并不被左派看好，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不要淌这个浑水。左派就是要利用这个方式来去制造法律，没有经过国会，没有经过立法院，没有经过行政院，直接到最高法院修改宪法的定义。当这些现代自由派的人想要推行一个新的法律的时候，这个法律可能很不合理，很不文明，很无耻，很无知，而且他们会知道说一般的人一定会起来反对这个法律的时候，他们就用最高法院来做判决就好了。因为最高法院是政府机关里面唯一一个不是民主制度的部门，也就是说他们要做的事情跟判决不需要对人民负责。现在最高法院就会在CNN MSNBC BBC CBC ABC 这些电视台被捧得跟神一样，好像他们做了什么正义的决定一样。其实他们就只是一个失去基本常识的一群法官而已。就跟同婚一样，这个改变婚姻的定义的左派思想其实是被大众反对的。所有投票结果都显示了这一点，通过的国家也都显示这一点。就连加州这个全美国最左派的州都没有办法透过民主来通过这样子的法律。但是每个国家最后都是用最高法院来执行的，堕胎也是一样。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支持堕胎，很多州已经准备好了，只要 Roe v. Wade 这个判决一下来，就要马上全州禁止堕胎。那 affirmative action 也是啊，这个种族歧视的东西，还有什么？还有什么？defund the police。民主党叫这些暴徒打砸抢美国各大城市的一整年，说要删除警察的经费。搞到现在各大城市的犯罪率大涨，店家关门，芝加哥的谋杀案成长了 50%。 现在他们发现不行啊，这样搞下去的话，原本这些地方就工作都没了，现在还没有警察在街上治理治安，闹得人心惶惶的，怎么办？谁要来负责？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难道会是我？怎么可能？当然是共和党的错啊，我没有开玩笑。以下是白宫发言人 Jen Psaki 说的：“拜登没有说要删除警察经费啊，是共和党的人造成的。” Well, the president did mention that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the state and local funding, something that was supported by the president, a lot of Democrats who supported and voted for the bill, could help ensure local cops were kept on the beat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s you know, didn't receive a single Republican vote. That funding has been used to keep cops on the beat.But at the time that was sold as these local police departments might have a pandemic related budget shortfall, not we need to keep cops on the beat because there's a crime wave. I think that any local department would argue that keeping cops on the beat to keep communities safe when they had to because of budget shortfalls fire police is something that helped them address crime in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e White House's argument was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is going to be $1,400 checks. It's going to be vaccines, vaccinators. It's going to put us on the path to beating the virus, not... It did those things as well. It was a pretty good bill and piece of legislation. Okay, go ahead.我们之前有弄一堆钱啊，是你们这些共和党的人不允许我们把这些联邦的钱免费送给我们民主党的大城市，所以他们才会被迫的开除一堆警察啊。
你们这些共和党的人不乖乖投票，不乖乖听话，你们不才是真正删除警察经费的人吗？没有错，他们不会说对，我们通过法案删除警察经费，我们自己写出来一堆丧心病狂的法案来造成了我们的城市动荡。他们会说，没有啊，其实是你们的错啊，之前我们编出来这些经费很有可能是给警察的啊。很多左派的人会说，你们这些保守派的人就是在压迫弱势，就是在打压这些少数的可怜人，试图强制的把你们的思想压在这些人的身上。还有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要把你们的信仰强迫强制的交给所有的人。这句话是完全错误，而且没有任何一点根据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你们这群左派试图把你们的想法跟看法利用你们控制的政府强迫我们接受的。不相信吗？加州检察官前天禁止了加州的人使用公费到佛州还有其他四个州，因为他们认为佛州不是他们。他们说，我们认为佛州的法律对于变性人不公平，因为佛州有尝试知道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男人不能进女人的更衣室，不能进女人的厕所，不能参与女人的运动项目。We're adding five new states today. The states are a part of a recent dangerous wave of discriminatory new bills signed into law in state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California is adding the following five states to our restrictions list: Arkansas, Florida, Montana, North Dakota, and West Virginia.Of those states, most are being added in part because they are working to prevent transgender women and girls from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sports consistent with their gender identity. I think in short, it'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because it upholds the lower court decision that provides for transgender youth to use bathrooms consistent with their gender identity. So we see that as a win, as being positive, because that's the position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s well. 各位可以想想看，你有看到就是 North Carolina 的人，政府有没有禁止人民来加州？或者是佛州有没有禁止人民来加州？在这四个州加入之前，已经有12个州已经被加州禁了，分别是 Alabama、Idaho、Iowa、Kansas、Kentucky、Mississippi、North Carolina、Oklahoma、South Carolina、South Dakota、Tennessee and Texas。你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州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都是共和党的州。那这些州一定要活得跟加州一样才可以生存的概念。左派正在利用他们政府的力量来控制所有的人民，逼迫所有的人民加入他们的行列，逼迫所有其他州加入他们的行列。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所有加州的什么大学生啊，如果说他们要去参加其他州的比赛的话，他们就必须要自己付机票钱、旅馆钱，还有所有的费用、餐费之类的，这个样子他们才能参赛。这就是压迫，这就是逼迫人民。这样子强制人民屈服在一个不合理而且违宪的法律下面，蓝州的人才会不断的搬到红州，因为我们不同意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被这些社会主义的文化还有运动来吞噬。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冷战，这场冷战不是对中国，不是对俄罗斯，而是美国本土的内战。佛州有一个贴纸贴在你车子后面那种东西，它上面写的就是 Make America Florida， 还有 Don't California My Florida。 如果美国变得跟佛州一样，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基本上你想要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如果想当个同性恋，你就去当一个同性恋；你如果想当一个基督徒，你就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当一个基督徒的同性恋，那你就当一个基督徒的同性恋。那如果佛州变得跟加州一样，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联邦政府推崇左派的生活模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这个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承认的东西。在那边说耶稣说，人如果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还有什么不要反抗掌权者，他们的权力是神赐给的。他们剩下的圣经都跟没看一样。大卫选择不杀扫罗，但是他没有放弃神的道德观，直到他遇见了别是吧。
那些先知都被迫害，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耶稣被法利赛人跟罗马政府迫害，但是他没有放弃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使徒几乎全部都为了神的价值观而殉道。当你选择不发出声音，选择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妥协的时候，左派的价值观就会试图侵略你跟你的家庭，罪就跟野兽一样在门口等着要吞噬你。靠着耶稣得胜，不是什么都不做当个没用的人，而是要把正确的价值观传达出去，而且主动的把这些不必要在你人生当中存在的人剔除。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继续关注 AI News。